91年开始要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反对到现在。那现在你这个巨蛋规划，你就是没有交通的考量，没有这个环保的考量。哦，那你像现在它的规划，这个量体盖的满满，现在你里面盖还内底尾气还阁无够，含这人行道煞要阁共路一车多出来。我讲无人像这财团这贪心啦，啊，市政府现在我们讲一句难听啦，现在就是财团在辅导市政府，不是市政府在辅导财团。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边都还是其实是有一大片原生森林的，就是很多树，然后甚至有一个大概就是70-80年的老樟树。到今天其实这个旁边已经设计大展已经展开了，然后这边变得好像看似很漂亮，但是其实它也让台北的一些原本有的一些生活环境和一些生物资源也都消失了。其实感觉到这片土地的悲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可以 BOT 这一块土地给财团，不用付任何的权利金，让财团可以用这块土地50年？50年后我们的孩子在哪里？50年以后我们台北市民优质的生活环境又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用铺街的行动来表达我们最沉痛的抗议哦。立即停工！远雄施工违法！远雄施工违法！立即停工！立即停工！我本身也是兆丰银行的那个存款户，然后我对于兆丰银行把钱借给这样的一个开发，就是对环境不友善，然后法律上有很多争议的一个开发案，我是非常的不满，已经不满到了觉得要来这里铺街抗议，所以就会很想要来参加。那法律争议的部分，我们律师还是会继续努力。我是觉得他法律争议非常的多啦，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弊案，我也不怕远雄告，因为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资料。对，那我们是希望说兆丰金不要随便乱花存款户的钱，因为那些钱不是银行的钱，那些钱是我们社会大众存款的钱。对，他这样子，你看树木砍掉，将来做的那个交通没有解决，什么都没有解决，那对我们人民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下一代的子子孙孙怎么办？现在的小孩已经很可怜了，已经没有童年了，再没有立地可以走的话，不是更糟糕吗？那台湾的未来在哪里？我真的很不懂。所以今天我们到这边来，主要第一个诉求就是以趴街的方式表达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不满。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目前兆丰金控的大巨蛋连带案已经，就我们了解，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那我们也是要呼吁兆丰金控不要再继续当这个谋害森林公园的一个帮凶。对，因为郝市长已经在议会里面公开承诺，如果融资契约没有拿到，11月16号没拿到，就是要解约。那我们希望兆丰金控可以落实他的社会企业的责任，然后关心我们整个台北市的一个环境的永续发展，然后不要把钱贷款给远雄，让我们台北市政府可以把这块土地留给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在家里就已经有跟他们解释过这个活动的一个大概的意义，然后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台北市民共同应该关心的话题，然后让小孩从小有一些这个概念，算是一种机会教育。We attended another event with SOW and found out about the work they're doing to help protect Taipei's green space and park areas. So we came to support them today.Well, I know Ming Tang a little bit through Ideal Day, and I'm a big supporter of work he does. I'm also quite an environmentalist. I studied ecology at my Canadian university. So the natural world is a cause that's very near and dear to my heart. And I think especially in cities where people are often so removed from nature, it's quite important to have places where they can go to reconnect with it. And green spaces in Taipei is one thing that makes it so special, as opposed to a city such as, say, Taoyuan, which is just a big concrete jungle. So I really support what they're doing, even if this area can't be saved. I hope there will always be other green spaces in Taipei. People can go and reconnect with the earth a little bit, enjoy fresh air, enjoy some time with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nd just get away from their computers and video games and office. So, peace, love. Okay, thank you. 我爱地球。